各位同学们，晚上好。你们吃晚饭没有呀？就不同步。对了，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一起吃晚饭，哈哈。然后吃播，就是边吃边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跟你妈逼！你开一下好吗？什么鬼？然后呢，你们今天就看着我吃，我来吃，你们看着我吃就好了。听得到我说话吧？可是这个好像有点看小，不见听得到。稍等一下，调试一下机器。你帮我调出来，看不到弹幕。好了，哎呀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这儿有我的两位同事和我一起吃，然后吃给大特家别看，开心。对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现在呢，桌上有一道菜叫秋葵。我给大家先试吃一下。哦，这个秋葵怎么是脆的呀？是，大家有吃过吗？好像是直接吃的。能吃啊？还不要？哥，你吃啊。那还蛮好吃的。它这个是晒干了的秋葵，你要知道。这是什么？最这个红膏腌蟹，啊，我给大家看一看，红膏腌蟹，这些菜呢是我同事点的，我就吃给大家看。这个咋吃呀？就直接吃了。这你等会再吃吧。为什么？这个要化冻。哇，这个要解下冻，晚一点再吃。那我就再吃一块秋葵。我现在在宁波，拍戏呢，所以呢，这边的这个海鲜比较多。对，这家店做海鲜也挺好吃的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烟花，是送我的礼物吗？啊，谢谢这位朋友。你们吃啊，我一个人吃，很尴尬哎。好的好的，你放心吧，待会你播的时候，我们会开开心心的吃的。这是什么？头上还有光环。这个还可以，就跟零食一样，就跟这个薯片一样，挺脆的。对啊，我现在在象山，然后拍古装戏。我吃海鲜不会过敏，但是不是特别喜欢吃海鲜。因为我是在成都长大嘛，然后吃这个辣的川菜比较多，然后我成都那边海鲜不是特别多，就偶尔会吃。然后你上菜，这是什么菜，请问？丝面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这个是它食谱的这个特色。这个面
这个面是象山的特色，我给大家看一眼，大家可能看不到。当当当当，想吃吗？热气腾腾哦。我不给你吃，我自己吃。吃啊。嗯，你把它打到碗里吗？先拌一下。好香的。那我就先吃了。你先吃吗？好，你们来一点，尝一点。就我们吃我们的，你好好播。你好，给大家介绍。我尝一下，还有它这个面放了好多淀粉呀，淀粉挺多的。有点烫，它这边菜都比较清淡，没怎么放辣椒，没有辣椒的基本上。我成都那边吃的面都特别油，而且很辣，而且会放很多花椒。这边都很清淡，所以就拍戏就是在全国各地各种吃的都已经吃习惯了，就还好，就能接受。这是什么？姜葱小葱子。啊，葱子。我来教大家如何非常高雅的喝白开水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别压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如何高雅的喝一杯白开水呢？诀窍就在用高脚杯。干杯 ，Cheers！ 还让不让你吃？还让不让你吃？这是要笑死的人吗？好。这是什么鱼啊？小马。清蒸马面鱼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的海鲜，这个是马面鱼清蒸的。又名虎头鱼。虎头鱼。像虎头一样。虎头鱼，看得出来。你看这道菜好。哦。这是什么？叫你虾。爬爬虾。皮皮虾。跟我走。可以。这个是跟我走吧，皮皮虾。嗯，服务员让我们帮他们宣传一下，啊，这个广告没有给我赞助，我不做了。这是炒蛏子，这边他们点的都是海鲜，嗯，我还挺喜欢吃这个的，因为你们吃得惯吗？我听说有些人就是吃不惯这个东西，嗯，我还比较喜欢吃。他们在刷什么？我最近，对了，给大家汇报一下，我最近瘦了，就是因为拍古装啊，拍古装瘦的，被表哥虐待，瘦一点，
瘦一点比较好看。之前拍现代戏有些戏份就是要练一下，我就壮的，也吃壮的。然后现在拍古装就瘦了。嗯，不干。它这个面挺好吃的。嗯，它是它这个宁波的特色。我刚那个老板推荐的，叫什么？宁波鱼面。啊，鱼面。海鲜羹。海鲜羹，谢谢。这首歌挺好听的。吃蛏子。好清淡，一点辣椒都没有呗。真的是没有，就唯一一个菜中午吃过了。唯一一个有辣椒的菜中午吃过了。哇塞。玉皇炒蛋，玉皇炒蛋，玉皇炒蛋，海蛎子，哦，黄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这个也好吃啊，我也喜欢吃这个。玉皇炒蛋，你可以教大家吃这个东西。这个我都不会吃，我先教你，你再教大家。那个皮皮虾，表哥让我教你们，我都不会吃。就是你看，他这里有第二，我拿一个，等一下。我把这吃完。就为了防止扎手嘛。哦，就是。然后呢？就是要侧着这样捏的。我怎么没有两个手的？捏的下面，捏后面一点。拿筷子，从它的这个位置捅进去。啊？从哪啊？从这一节这样捅进去，从屁股啊？对，从屁股上面第二节上。哦，从这儿捅进去。对，然后呢？捅进去了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压住它的尾巴，放在那盘子上。对，然后一抬，啊，它就开了。你这行不行呀、啊？你等。我这个它这样是吧？对，把那个壳揭开嘛。揭不开啊。将你一抬就揭开了。看，揭不开。揭不开的话就再插一根筷子进去。然后呢？两个筷子上下就开了。哦。好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哦，这个吃的这个太麻烦了，是这样吗？对，这样不就吃到里面的肉了吗？好吧，蘸醋。我觉得吃虾有点太麻烦了，反正每次都是，就是吃这个是吧？对啊，吃里面的肉嘛。你刚刚不是这样两个一撇子把它撇开了吗？哦，就可以把肉吃掉了。它没有虾线的吗？这个虾没有啊，挺好吃的。这个虾，还行，就是吃起来有点麻烦。这已经是最简单的剥的方法了，好吗？OK， 等一下，歌停吗？汤圆和糯米特别好吃，大家来尝一下。
我最近挺喜欢单曲重复这首歌的。你们听到了吗？这首歌。慢慢喜欢你啊。现在不卡了吧？应该。突然不卡了。现在不卡了吧？嗯。我真的吃不完了，太多菜了。打包，然后吃不完的一定要打包，别浪费了。叫胖胖胖，它是翻唱的，原唱是莫文蔚。我比较喜欢听男生的版本。下次要不要跟他一起合唱？谁？胖胖啊。为什么？你认识啊？对啊。以后再说吧。挺好听的啊。他跟我长得好可像了。嗯。他跟我长得可像了。他唱李俊杰的歌更好听，这个蛋也挺好吃的，可是为什么又不放音乐了？确认过眼神，这首歌也挺好听的啊，最近单曲循环的几首之一。高雅的喝一杯白开水，喝一杯啊，真棒，摇一摇。干杯 Cheers。 我吃一点这个吧。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，没人记得你的模样，三巡就过你在角落。高雅的杯杯大概就一定会变成表情包了。头发，我主要是在拍这个古装，然后头发太久没修了，就最近就只能戴帽子，因为我吹不好自己的头发，吹出来的就一团糟，只能找老师帮我做。
们问，我来回答。好色千金很快，快了。拍不了多久。可能还有不到一个月吧。反正安利一下这部戏吧，大家就等着。这部戏真的是很用心，真的特别特别用心拍的，到时候大家就能看到成果。因为剧本确实也挺好的，这部戏，实话，大家一定要坐等哈。而且我们这部戏导演挺可爱的。就是他反正在现场也是各种亲自示范，很多时候有时候他客串起了女主让我跟他搭戏，就是很多时候天使是什么好话的，就是亲自示范，挺有意思的。我们很用心，这部戏真的很用心，真的就拍很短的一场戏，有可能会拍一天，大家就知道到时候出来是什么效果，而且是文戏不是打戏。对了，看直播的有没有这个北方的朋友啊？肯定有啊！我听说北方吃饭他们是用盘子吃，因为我之前大学室友，我们是四人宿舍，然后三个都是山西的，他们吃饭就是用盘子吃，然后南方的就是用碗吃，就是不一样啊，这个风俗。海鲜羹也挺好喝的啊，我之前上一部戏在珠海拍的，那边的汤也挺好喝的，广东那边的汤，真的是很鲜很好喝。对啊，然后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不是三个山西的吗，然后就被他们带跑了，就特别爱吃醋，就是他们每年回去都会给我带那种山西的那种特产醋，这么小一瓶，然后就是我就变得很爱喝醋，很爱吃醋，吃什么都要放点醋，吃醋是这个美容的，安利一下，大家可以多吃点醋，就自己不要变醋就好了。这个是小黄鱼，小黄鱼，对，东海的黄鱼，东海的黄鱼，东海龙王。你们吃呀，我们在看呢，怎么老是盯着直播看？也不给我刷点礼物，你刷哎，别给我们刷礼物，你给我刷礼物它只会放在平台上面，我都不会提出来的，你们不要刷就好了，看着就行了，不用刷礼物。
关键是我这个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都充不了值。你待会儿可以跟大家表演吃蟹。我也不会吃。我教你，现学现卖。等会儿。就我没有礼物可以点，真的没。吃不了。对啊。哇。估计八快要到520嘞。哇啊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我来抽现在。忘了。看一看。出单曲，大家说出单曲。单曲，你问他们大家喜欢什么曲吗？单曲应该很快吧，有可能这部戏就要唱歌哦。Maybe。还在来弹，还不一定。去年拍的两部戏《艺术生》和这个《梦幻西游》，应该都是在今年播，不出意外的话。嗯，我也希望尽早播，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能确定的，就跟盛世一样，就是要看平台啊。大家就等着吧，反正又有消息，我肯定会发微博的。好，我们来吃这个蟹吧。谢谢。这个怎么吃？看多大，还挺大的啊。这个我忘了怎么吃了，以前吃过。我们先把腿都掰了。哦，先从腿吃起。先把腿都掰了。我怎么把他肚子也掰了？这样的啊？对，我最后再吃钱对吧？先说腿吧。然后呢？这个，这不是螃蟹腿吗？从这个位置咬开。你那个是大腿，你咬不开，用小腿。先说小的。哦。就是从这个位置。啊。可以。挺好吃的。算里面肉了吧，太少了，这个肉。那好吧，我们先把腿，我们把整个蟹先解开吧，把下面这个先掀开。好，然后呢？看到吗？把它掰掉。这个扔掉。扔吗？然后呢？然后翻过来。然后把这个壳揭开。
这个不要哈，对，这个就放冰箱吧，可以吗？那这个蟹就变成被分成两边了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你看，把上面的这个鳃去掉。去大鳃了吗？这样，啊、看到了吗？这些，去了呀，你看没有了。把这个位置这个也掰掉。哎，先把腿掰了，待会儿再来吃。对。然后。上面有没有脏的东西？这个，然后呢？然后这个就可以这样咬着吃了。吃这个？对，吃里面的东西。我忘了，以前吃过。我比较喜欢吃那个，蟹黄多一点的，会比较香。可这个没什么蟹黄，是吧？这是公蟹吗？不是，那是梭子蟹。它不像那个水秋天的大闸蟹，全是蟹黄。哦，这是梭子蟹，没什么蟹黄。好像但是这个螃蟹这个东西，好像女生要少吃一点，比较寒。对，比较寒，要少吃。还行，我觉得，我不怎么感兴趣。上海的还有这个阳澄湖的嘛，周边的挺好吃的，因为名气比较大。年会参与吧，应该是飞行嘉宾会有一些，有也没有确定啊。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拍戏的，综艺可以考虑，但是也不拍。哦，好吧，我安利一下吧。最近有部电影比较好看，《头号玩家》，喜欢玩游戏的宅男宅女可以去看一看。
对了，我发的那个抖音，我现在觉得还挺好玩的，以后或许可以多尝试尝试。你们会看吗？这个怎么吃？这个你现在不要吃了，好难的，要用钳子。先放一边吧，待会儿吃。这个要用钳子。大家都知道你多发跳舞的。多发跳舞，我要练一练才行。啊，这首歌也好听。这个也是一部好莱坞的电影，很励志，《马戏团之王》。见面会以后再说吧，先把作品拍好了。现在先不考虑。我英文还可以吧，因为初中的时候比较喜欢英文啊，然后就一直都还行，吃老本，就交流，正常交流应该还可以。后面的话，可能后面的项目还在谈，还没有确定呢。是确定了的话，我也会发微博的。我比较懒，我不是特别喜欢玩这个自拍什么的，拍照就是有时候在现场拍戏就不怎么喜欢玩自拍什么的，就发微博可能没有什么料，对，微博可能就想到了才会发一条。腌蟹，我不吃这个，这不好吗？你吃吧。腌蟹啊，腌蟹，尝一下。不过我已经感觉出来，我不爱吃这个了。哇天，太咸了吧这个，这好咸啊这个。你吃过吗？啊，好腥啊这个，我不想吃，不吃。啊，好难吃！这个你们吃得惯吗？我吃不惯这个，太咸了，而且很腥。就要吃它的腥味儿啊！我吃不惯，太腥了。手势，他们让我做手势。对、手势是这样吗？对，然后这样是这个意思吧？对，没反吧？我如果没记错的话。
这首好像是做手术就是状态，我们做起来就是。这部戏拍完，有可能是要回家乡啊，要回家，然后有一个活动，到时候就知道。先保密，有可能，嗯，所以一切都是不确定。福利，也不叫福利了，那个不算是福利，就是说是一种一个公益活动，对，一个好事吧。所以现在还在联系，还没有最终确定。如果确定了的话，我会告诉大家。我会考虑的，唱歌什么的，以后再说吧，先演好戏。千金有吻戏吗？不能说，不能说，大家看了就知道了。欲言又止，你们就应该猜到了。别疯，我们干一杯吧！举起手中杯，举起手中的白水，我们干一杯。那个什么，就妈妈们爱用的那个表情包，朋友们，干一杯！都差不多了，我吃了好多那个汤圆，汤圆还蛮好吃的。哎，可以要点米吗？对呀、啊。要一碗饭吗？我也要。你要吃，你自己叫啊。没错，我正在用红酒杯喝白开水。下一步，应该还是会拍戏吧，但是还没有确定呢。还没确定，不一定呢。现代和古装都可以，就是古装的话稍微累一点吧。哎，古装要粘头套，穿的也比较厚。你问大家想看现代还是古装？你们想看现代戏还是先看古装？太快了，刷看不见。现代。
都可以，我看现代比较多。啊，为什么你们不喜欢看古装戏啊？民国，民国戏。好的，我努力。现代帅，是吗？太快，真的看不到。又来成都话，别来了，每次都来成都话。我成都话是最标准的，嗯，就不用说了。东北话，哎妈呀！不是，你下次应该教大家说标准的普通话，比如说小老虎发福利。闽南话我不会，然后粤语我也不会，我听不懂。我们导演和女主他们都喜欢说粤语，我听不懂。我等着吃点饭。点太多海鲜了，没有下饭的菜了，就是没有家常菜，剩了好多了，我不会打包带走了，你今天晚上就交给你了，我买单。可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北方喜欢吃面吧，南方比较喜欢吃米。松子、鱼蛋都可以下饭。嗯。应该点，我们应该点点青菜吧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吃不完了都。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我来再抽一点。下次什么时候直播？不知道。下次。啊，拍戏，拍戏开心吗？嗯，还蛮开心的。这部戏拍起来，嗯，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到时候你们会看到不一样的我这个角色。导演非常好。这个角色真的，非常霸道，非常霸道，很不像我本人。而且非常口是心非，这个角色，就是内心是很柔软的，但外面，但他的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霸道。特别不讲道理，不能再说了，再说就剧透了。没有啊，只是说性格而已嘛。想演校园戏吗？我不排斥，但是我刚拍过一个。啊，对啊，刚拍过一个，不排斥，就是看吧，看戏怎么样。军装，我也想穿军装，我特别想演这个军人的戏，真的想剃光头呢，想把头剃光，想剃寸头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应该还挺帅的。
有机会吧，以后应该会有机会。我心好累。别吧，好多人不想让我剃。对啊，我的心好累，我也不想。是光头啊，是寸头那种，就板寸，板寸那种。其实初中的时候剃过，还蛮好看的。现在以后再说吧，如果是需要的话，角色需要，可以尝试嘛，对吧？大家也没见过。清朝戏，我还没拍过呢。清朝戏要剃头。像咱这两天没蚊子了，这个，像咱这两天天气还可以，温度也比较合适，也不热，也不冷，还比较舒服。喝酒啊，平时自己不会喝酒，只是跟同学或者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可能喝一点，玩游戏的时候，我自己不会喝，我不喜欢喝。烟我不抽，我从小就不抽烟，我小时候抽过啊，就是小学抽了一次，然后不会抽，我就再也没抽了。抽烟不好哦，各位同学们，少抽烟。而且抽了烟，很多人说想戒，真的戒不掉的。我身边朋友他们没有人天天说戒烟戒烟，就没见过戒掉的。千万不要学抽烟。我还不能送礼物，好奇怪。其实我这个人还比较，比较那个什么执着，就是自己认定的事情。你比如说抽烟，就是初中和高中的时候，有同学身边玩的好朋友，他们都抽，他们叫抽，我认定的是不抽就不抽，死都不抽，真的。其实我还比较执着，我挺硬的。对啊，戒烟根本，我觉得戒烟真的是能戒掉，真的是很厉害，没见过，反正我朋友没有戒成功的，没有一个人，不怎么相信，所以还是不要沾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对身体健康不好。菜你熬夜吗？我们吃太久了，吃一个小时了，菜都冷了。最近老大夜。对，最近拍大夜，时差有点颠倒。大夜，拍戏大夜里面的意思呢，就是拍一晚，基本上算是拍通宵了，就拍到天亮。是，可能是晚开工比较晚，然后就是，但是会拍通宵，拍大夜挺那个什么的，挺辛苦。就是说对皮肤不好，然后对身体也不是很好，但是没办法，这个有些戏它晚上是在晚上，你又必须得连贯，你肯定就得一个晚上得拍完才行。
对，你再说。好，不吃了。我身体挺好的，没问题。放心吧，你们要照顾好自己。嗯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对，比心，比心哦，是这样比的吗？是，差不多吧。你们之前教我的我忘了。对，这样的。比心比心比心，我的手太小，看不出来。奇怪的手势，还是比你自己的手势吧。是这个吗？干杯！来，最后再干一杯。我们干杯吧！明天还有戏呢，一大早，我吃完饭得准备回去休息，准备一下，明天。准备一下剧本什么的，干杯！直播一个小时吧，还有三分钟，你们早点休息，就是熬夜不好，真的，熬夜很伤皮肤的。反正我会努力拍戏，努力诠释好每个角色，然后到时候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我的作品，也谢谢大家喜欢我我会用作品回报给大家。口红色号，我抹了口红吗？是，我抹唇膏我会抹，口红我不会抹。口红没有色号。瘦，因是因为拍古装呀、啊，拍古装瘦一点好看。嗯，拍现代戏的话，可以壮一点。我是白了，我是真的白了啊！我每天晚上都在吃维 C 啊，这有还是白一点好看可能。对了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维 C 的产品就是要晚上吃，不能白天吃，白天吃会越吃越黑。教教你们，龚老师课堂，龚老师美妆课堂，这种口红色号，养生课堂。好了，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，该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，希望下次见面的时间会很快，就先这样吧，拜拜，拜拜，爱你们哦。